我哋而家再嚟一个更加疯狂嘅电钻测试，电钻嘅声音可唔可以抗噪得到啊？嗱，一二，我保证咧，你屋企嗰啲电视声啊、小朋友声啊，对方咧绝对听唔到。系咪完全听唔到啊？而家用手机收音，系咪啊？咁样带住嚟跑步咧，亦都可以接受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Outdooring 同 Wildlifting 嘅店长，我叫飞机。今次同大家介绍咧，就是、以上面带住呢个无噪通话开放式耳机。咁一般咧，个开放式耳机即系 Open Ear 嘅耳机咧，好多时用嚟做运动啦，佢可以听到歌之余咧，亦都可以听到现场嘅环境。咁但系咧，你见我咧呢个无噪通话开放式耳机咧，多咗一个病咁嘅麦咧，佢呢个收音麦嘅抗噪能力系去到一个惊人嘅程度啊！无论你身边有人喺度乱咁叫、V 哇鬼叫，有大朋友、小朋友喺度嘈。无圈巴闭，甚至乎有人攞住个电钻喺隔篱同你转窿，都一样咧，系唔会俾背景嘅噪音影响到嘅。如果你带住佢喺屋企 work from home， 要 zoom meeting 啊，经常要户外工作，喺啲好嘈嘅地方讲电话啊，做个司机大佬嘅咧，呢个咁嘅无噪通话耳机咧就啱晒大家。店长，成支嘢咁样搭晒出嚟，好麻烦喎、啊。暂时咧，呢、这个都系人类科技嘅 limitation， 都系要接近音源咧，先至可以收得清楚嘅。呢啲有病咪嘅耳机咧，一定咧收音咧系。好过啲冇病嘅耳机啊！而家咧，我就用蓝牙咧，将个耳机咧连接咗落去我个手机度，个收音咧真系咧，好似听到飞机店长咧把声特别磁性咁。最厉害嘅抗噪功能咧，系劲到咧。翻嚟喺度前面，你又听到我讲说话，系咪好清楚呢？第二个测试咧，我会喺呢度播 YouTube。开到最大声啦！如果而家用呢个麦咁近，你虽然听到我讲嘢，但系咧你仍然好清楚咁样听到呢个音乐嘅。而家转用呢个无噪通话机嘅收音咧，我相信你已经完全听唔到啲音乐，系咪好神奇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系咪完全听唔到音乐声，净系听到飞机点样把声咧？我哋而家再嚟一个更加疯狂嘅电钻测试，电钻嘅声音可唔可以抗噪得到啊？嗱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八九十，哇！佢嘅抗噪功能系咪真系惊天地泣鬼神呢？我哋而家用紧手机去收音吓。如果一般咁嘅情况咧，你话俾老婆听你喺 office 做紧嘢，我包你翻去即刻围过你。但系而家咧呢、這个声音咧就系、是、用蓝牙耳机咧驳咗落呢个手机度咧，经呢支麦录音啊，系咪完全听唔到啊？嗱，如果你咁话俾老婆听，哎，我仲喺公司做紧嘢，好辛苦啊，好攰啊，好夜先翻到嚟啊。是不是完全有人相信呢？嗱，调返转啦，而家用手机收音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死梗啊？嗱，呢个声。咁先讲下佢呢 ,open ear 嘅设计啦。呢度呢其实有一个窿仔嘅。open ear 嘅意思呢，有一个指向性嘅喇叭呢，就向住你嘅耳仔度发声。譬如我哋有时去跑步啊，或者户外工作啊，揸车嘅时候呢，咁你就可以听到现场环境声之余呢，又可以听到音乐啦。而呢个无噪通话耳机呢，佢嗰个音色呢绝对系有惊喜嘅。飞机店长试咁多个 open ear 嘅耳机呢，音质嚟讲呢个都算一流。对系有高音甜、中音准、低音劲嗰个效果嘅。店长，你咁样成条嘢咁样点样跑步啊？佢呢个麦咧系可以拧喺后面，如果你咁样拧喺后面咧，就唔系好觉，一样可以当普通 open ear 嘅耳机咧做运动咧，一样系好稳阵，唔会甩嘅。试过骨传导耳机，你话唔中意佢夹住呢个云浆呢个位咧，咁 open ear 咧就系一个最好嘅选择啦。咁啊睇睇佢成件事咧嗰个 control 啦，就有大细声制啦，咁同埋咧中间有个播歌啊、停歌啊、听电话嘅掣啦。呢边咧见到有粒圆形嘅掣。讲个电话或者 Zoom meeting 紧咧，突然间想瞄支麦咧，就可以揿一下，咁佢就会有个语音提示，瞄 on 瞄 off 噶。支麦咧，如果你唔用嘅时候咧，咁你就可以将佢摆去后边。如果你咁样戴住咧，佢只不过多咗一支嘢向后咧，咁样戴住嚟跑步咧，亦都系可以接受嘅。防水级别咧系去到 IPX5 嘅，即系防汗水啊、雨水啊，呢绝对冇问题嘅。咁所以戴佢去跑步咧，一样可以咁放心啦。续航力方面咧，听歌咧系可以听到16个钟头啦。咁如果通话嘅话咧，系可以通话到10个钟头嘅。充电方面非常简单，喺呢度下低咧有个 USB-C 充电啦，咁充10分钟到咧已经可以用到5个钟噶啦，30分钟咧就可以完全插满噶啦。咁蓝牙方面咧就用咗 version 5.3 啦，所以咧基本上咧系冇 delay 嘅情况出现嘅。咁呢个耳机咧我都试用咗一段时间，佢冇咗塞住耳仔嗰件事啊嘛，呢个咁嘅勾咧轻轻搭住个耳仔上面咧非常舒服嘅。我戴晒帽啊，戴埋眼镜嘅人咧亦都系冇问题。长时间要户外工作，又想听音乐，又想听现场环境声，有时候要讲下电话咧，咁啊真系100分啦。或者咧可能你喺屋企 zoom 紧嘅时候，啲客女喺度嘈喧巴闭，有电视声又剩咧，咁你就好放心啦。我保证咧，你屋企嗰啲电视声啊、小朋友声啊，对方咧绝对听唔到。咁再加上咧，如果你去跑步嘅时候咧，一张支麦放喺后边，咁就可以变成一个运动耳机，真系一。
物己用啦。希望大家用咗呢个无噪通话开放式耳机咧，无论喺屋企开 Zoom、户外工作、听音乐、讲电话，甚至乎去跑步咧，一样可以咁轻松讲电话，讲得咁清楚，又有靓声听啦。希望大家中意飞机点将呢个推介啦。喂，咪住，记得 download 我哋手机 apps 同埋加入我哋 WhatsApp group， 入边有晒我哋最新优惠同埋最新推介。多谢大家，拜拜。